只要你不满意，随时你都可以把它拿走。但是，不管老夫做不做相国，吴国的安危，老夫绝对不能坐视不管。勾践的威胁，只要你大王一天不觉悟，老夫就要一天不停的这样的絮叨下去。又来了，吴国的安危，勾践的威胁。 真老了，孤家只不过是纳了个越女入宫，就招来老相国如此滔滔不绝、危言耸听。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勾践君臣想借此事讨好孤家，为自己争取一点利益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勾践现在是孤家宫中的奴隶，越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我吴国的手里。 西施入宫并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，孤家就是不明白，你所说的危险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恐怕是老相国一意猜想吧。商纣王也曾居周文王于有里，可是后来谁曾想到，强大的商竟亡于弱小的周？ 如果当一众危险被大家都能看到的时候，你再去阻止它就晚了。相国的意思是，孤家是当今的商纣王，是吗？当今的大王，还不如那时候的商纣王强大，而当今的越国却并不比那个时候的周国弱小。 够了！相国的不敬之言，孤家已经听得太多了。你这是在劝谢吗？这是在诅咒，恶毒的诅咒。老相国，此言若是出自他人之口，
顾家早让他死好几次了。老夫不怕死，老夫唯希望大王能以过去为鉴，有所警惧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老相国，请吧。顾家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。你不走，我走。你就站在这儿。一事不烦二主，还请范大夫送我回去。范蠡乐于从命。主公，他们去准备吧。是。你的任务一旦完成，就再没话对我说了吗？在下正要感谢姑娘。谢我什么？谢姑娘大义为公，令人钦佩。你这是搪塞，不是感谢。在下对姑娘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，深明吾内。你就不想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改变初衷的吗？还是你已经知道了，故意对我避而不谈呢？我想知道，只是不便贸然启齿。进宫之前，我们还会再见面是吗？当然。那我希望再见面的时候，你能有话对我说。我想说的，一句也不能对你说。我能说的，却只有徒增你的失望。姑娘，难道你喜欢这样的折磨？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呢，先生。范蠡拜见相国大人。啊，起来吧。请坐。谢大人。你们越国准备献西施姑娘入宫之事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回相国大人，正在进行中。老夫听说西施姑娘任勾践做了义父，那她现在就是公主的身份了。是这样，
这也是秉承了贵国大王的旨意，以促进两国的交好。哼，大王的旨意，大王一见了西施浑然迷醉，物我两忘，他还能有什么旨意？也是有跟着你们的意图转罢了。关于这一点，老夫早有所料，因此这之前老夫才会不顾身份带兵去劫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。相国大人，是不是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太险恶了？险恶的不是老夫，而是高见的用心。好了，老夫请你来不是进行这些无谓之争的。关于西施入宫之事，老夫虽然竭尽全力，仍未能阻止，现在已成定局了。权衡良久，实在是不愿意为一个女人跟大王闹得水火不能相容，那样一来，吴国的敌人更有机可乘了。因此，老夫把你请来，是希望你能够转告勾践，希望你们君臣能够言行一致，好好的效忠大王，做吴国的附属。这样的话，老夫或许可以退让一步，给你们留下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。范蠡代主公谢相国大人。范蠡啊，老夫之所以把你留下来，讲心里话，是不想让你的才智为越王所用。可是老夫从来没有限制过你的自由啊，因为老夫不想以不公平的手段去对待一个优秀的对手。因此，老夫希望你能够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引导越王，让他走一条对吴国、对越国都有利的路。因为老夫更希望和你做朋友，而不是对手。前辈大人之教诲，范蠡谨记在心。只是说到做朋友，前辈大人过奖了。范蠡后学墨尽，唯恐配不上大人的抬爱。做与不做，当然随你了。但是相府的大门随时都为你敞开，想来则来，想去则去。老夫欢迎你随时回来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在下可以离开相府了？哎呀，西施入宫，这对两国来讲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，没有你的操劳怎么行呢？你赶快去，有什么困难，随时来找老夫。嗯。谢大人，在下告辞了。你这，哦，先生要走？那件衣裳，先生可以带走，你不必打扮成这样啊。多谢一番美意。我此次出去是做奴隶，此等奢侈，用不着了。先生，可以不去吗？相国大人已经吩咐过了，先生什么时候想回来，就回来。吴府随时欢迎先生啊。做人臣的，怎么能为了一时的安逸忘记自己的职责呢？范蠡，谢过关照，就此告辞。主公，主公，臣带了这个给主公换换口味。
主公。你在，我们可以换换口味；你不在，又如何？我已经喜欢它的味道了，就这样挺好。范蠡回来，我们又多了一个主事之人，固然可惜，但伍子胥此举必有深意。你当早做谋划。臣以为伍子胥对越国的仇视立场不会改变。以伍子胥的性格，他绝不会轻易放弃。我担心的倒是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迷惑我们，而他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谋划。什么谋划？我以为伍子胥之谋必与西施公主入宫有关，他是不会轻易放西施公主入宫的。我们现在是被动的，只能是防卫，事事都得小心。西施入宫之事必须尽快，一旦吴王身边有了我们的人，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些主动。西施入宫之事，你们两个人谁来主持？此事一开始就是由我来办，与太宰府的联系也都是经我之手，还是由我来办吧。这件事你来办当然很方便，但我的意思还是范蠡去更好些。主公，我想伍子胥放范蠡出来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吧。倘若顺了他的心，此事或者可少生枝节。主公，伍子胥为何要在这节骨眼上放他出来啊？这本身就是枝节啊。他有他的算计，我们有我们的主意。我相信范蠡，他能办好。范蠡深谢主公厚爱，但在这件事上，我觉得交给文仲来主持会更好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坚持了。你多辛苦了。伍子胥既然放你出来，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人家一片好意。我想请你去做另一件事。主公请吩咐。你去到越国，去趟吴国见路。主公让我去会干将。将亲率仪仗迎接公主入宅，而后大王的迎亲仪仗和公主的送亲仪仗将合而为一，穿过城中主道，直抵宫阙。师妹，跟我说我也不懂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人没见着，但是打听到他的消息。他怎么样了？他人早已不在相府。去哪里了？一个姓陆的家人告诉我，他也是听说，说范大夫让勾践发回越国给你准备嫁礼去了。既然是为我准备嫁礼，
那么进宫之前还是可以见面的，我要听听他是怎么说。怎么了？我是高兴，恭贺主公。最苦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。让你也受苦了。日子虽然苦，可这也是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来最亲近的日子。主公不要责怪我，有时候我还真想这日子倒不如就这么过下去。无论将来怎样，我都会像现在一样待你。妾身相信主公，该去接西施了。是拜见义父大人。公主辛苦了。西施拜见太宰大人。哦，薄嚭恭贺公主大喜。太宰大人请。哎，你这是快起快起，越王，这马是给你乘的。哎呀，这怎么使得，太宰大人在上，勾践岂敢造次。非也非也，越王快起。今日国事为先，国礼为重，你是越王，一切还得按礼数来。我们可不想让人笑话，吴国是不懂礼数的。勾践，太宰大人这样说，勾践只有从命了。请吧。越王，主公，勾践九书七成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哎呦，在贵国这一年多，牵着马跑惯了。大人要是不在意的话，勾践还是牵马吧。哈哈，越王执意如此，那在下就陪越王走一程吧。谢大人。
小臣恭迎越王，恭迎太宰大人，恭迎公主大驾。公主的衣礼可都备齐了？都备齐了，尊大人主，临时营帐就扎在离城十里之外大路边上。请太宰大人、越王移驾临时营帐。越王请吧。我知道在城内你是顾着另一重的身份，不愿与我同城，可这儿已经是城外了，你不必再有这些顾忌了，请。在下的心思呀，永远也瞒不过太宰大人的慧眼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就造次了。哎呦，越王小心了，别再从那边跌下去了。主公有太宰大人时时指点，往后骑马乘车都会安稳的多。文中所言就是在下心里所想。太宰大人，今后我们事事可都要仰仗你了。彼此彼此，在下以后也要多多仰仗西施公主了。敢问，你说的这五把宝剑，乃是何人所铸？这个在下有所不知，在下只知道，这位仙师曾收过两位弟子，一个叫欧冶子，一个叫干将。我就是干将，请教尊姓大名。在下，宛陀范蠡。原来是越王麾下干臣，失敬了。大人迢迢远来，不知何以叫我。在下奉越王之命，欲助大师逃出离祸之地。干将不知祸从何来？大师心里清楚得很，祸就来自大师所铸的宝剑。何以见得？大师对越王所言，难道忘了吗？在下之言，越王恐怕误会了。先生请回去转告越王，干将不会再做第二个欧冶子。哼，那你也做不了吴国的忠臣，因为吴王永远不会满足你已经为他做的，他会不断的逼迫你，当你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满足他时，那大师的祸期也就到了。你说的不错，吴王会这么做的，换了越王也一样会这么做。我的先师曾倾注毕生之力为楚王铸成天下无双的五把宝剑，结果也还是死在了自己所铸的剑下。君王的御赫是无尽的，无论多少才智心血也无法填满它。说起来，师兄欧冶子也一样是葬身在君王的贪欲之下，吴也罢，越也罢，干将都不愿再置身其中了。可大师已经置身其中了，要想独善其身，恐怕还是先想办法离开这是非之地再说吧。这个不劳先生费心了。师妹，找到了吗？但是我见了伍子胥。他说什么了？
伍子胥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是为了你才特意放范蠡走的，范蠡现在不知去向，一定是越王把他故意支走了，越王就是不想让你见到他。这不用他说，我已经猜到了。伍子胥教了我一个办法，说是可以让范蠡自己来找咱们。什么办法？就这些。就听到了这些，公主就把奴婢支开了。正南姑娘，高见多谢你了。大王快别这么说，只要是为大王，为越国，正旦做什么都愿意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主公在想什么？不知伍子胥会对众姬都说些什么，他会不会已经掌握了范蠡的行踪？范蠡先是回越国，再取刀进山回来，应该不会暴露。本众倒是觉得，把伍子胥前前后后的行为串起来推测，一定是他也猜到了西施姑娘的心思，于是故意走出这招棋，想把这件事搅乱，以便从中牟利。能不能去找找仲吉？恐怕没有意义。仲吉这个人除了对西施死心塌地，其他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好在只要熬过了今晚，明日西施公主就入宫了，文中会吩咐下面今晚多加小心，再加上公主身边还有正旦姑娘。不，我应该去探望探望公主。主公是说现在吗？对，就是现在。禀大王，西施公主前来求见。大王请公主帐内叙话。你问吧，只要是我能回答的，一定以实相告。我想知道，义父是有意将范蠡遣走的吗？我有意遣走范蠡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据我所知，义父入吴以来，范蠡一直追随身边，不离左右。即便是伍子胥以门客的名义将他应留在府中的那段时间，义父身边仍没少了他的踪影。但为何现在伍子胥将他放了，义父身边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反而不见了他的踪影？伍子胥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把范蠡放回来，我也一时想不通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遣走范蠡确实是有意的。有意是有意，可不是因为你。那是为何？国事需要。范蠡肩负的是一项秘密使命，可惜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的更多。这个等范蠡回来你可以自己去问他。义父也想问女儿一件事。义父请讲。我这句话呢，可能会问得有些冒昧。你如此关心范蠡，可是在此之前你们已经有了感情了？义父为何要问这个？看你这样关心范蠡，义父就很想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我考虑浅重，不该另派他出去了。义父果真如此关爱西施，西施不会忘记。可惜了，明天你就要入宫了，我们父女相聚也只有这短暂的一晚了。
倘若上天垂悯，再给我勾践一些时间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做不到的事情，说出来也是徒增伤悲。是啊，我与义父相聚真是太少了。女儿第一次在石屋中与义父见面的时候，你说的一句话曾令女儿感动不已，至今想起来言犹在耳，好像刚刚说过的一样。这句话我想义父还应该记得吧。哪一句话？我倒一时想不起来了。你说，但凡要是有一点余地的话，宁可失国，也不会把我送给吴王。女儿，是义父无能。女儿如果信得过义父，你就暂且忍受这一时的委屈，有朝一日，义父一定会以最盛大的礼仪把我的公主迎回越国，永享无上的尊荣。无上的尊荣女儿不稀罕，女儿稀罕的是义父的一片诚心。义父，我想请问，倘若如今真有一点余地的话，义父能否答应我的所求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了？说出来我听听。女儿想请义父跟女儿一起逃走，咱们不入宫了。逃走？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？因为现在正是机会呀。义父以前一直在宫里做奴隶，一举一动都是吴王的监视，以前逃走恐怕是没有机会。现在我们是在城外，吴王派的人也不多，义父只要下定决心，咱们逃离这里并不难。女儿诧异，你怎么就不想想，我现在还是一国之君，怎么可以为了一己之力就这样抛下我的臣僚子民不辞而别？不，我做不到。这么说，义父不愿跟女儿一起走？怎么说，你是想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走？能走为什么不走？难道义父真心希望我入宫做吴王的侍妾？可这都是你自己应许的，事到临头的突然反悔，你这不是陷我越国于不义吗？义父莫急，女儿不是在与你商议吗？要说你们送我入宫，无非是想以我的姿色迷住吴王，蒙蔽他的判断，左右他的情感，促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，从而给越国喘息休养的时机。这样的做法难道也称得上是义？两国争斗哪来的什么义呀？义父却要用义字来劝导我，岂不是大错特错？西施姑娘，既然你说到这儿，勾践也不用再费什么口舌去讲什么大道理了。就算我代表越国的黎民百姓，江山社稷，宗嗣子孙，我求你了，想我勾践屈身事务，甘为奴虏，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光复越国，报仇雪耻。为此不幸牵累到姑娘，勾践心中之愧难以自赎。
姑娘若愿意帮我，我终身感激，将来必以国之英雄记之念之。姑娘若不愿意帮我，你可以立刻到伯嫔那儿去告发我，戳穿我。勾践就算为此而死，也不会怨你什么。或去或从，姑娘自己决定吧。西施既然认你做了义父，又怎能忍心害你？只是你把颠覆吴国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女子身上，我又如何承担得起？我知道。实在是难为姑娘了。一国为重，乃是你君王本色，不但义父你会这样，我将来要去侍奉的那个吴王也是这样。在你们眼里，我是公主也罢，妃子也罢，到头来不过是你们谋国的一个棋子。